传说安家有一个秘方叫还魂丹，一张祖传医药秘方引来各方觊觎。既然他们安家不识抬举，哼，那就不能怪我了。家破人亡，从此忍辱负重。他是为了我肚子里的孩子。等一下，我怎么都得要活下去。命运多舛，祸及三代。跟娘说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吕颂贤、温岚、潘怡君、欧萱，清末京城医药世家传奇故事。真可惜，我堂堂皇家大小姐竟也是私生女。天道酬勤，千金难得。我找到家了。千金就在星空卫视。